怎么来了？你忘了吗？每年这个时候，长青哥都来。嫂子今天来的早哈。啊，哎，长青结账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哦，这长青哥让我给你的结账款24000，你点点。哦，他人呢？又走了。这房东不是想装修简约风格吗？长青哥去百利市场找肖老板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买回来。去百利了？啊。不是说好了跟我一块儿去的吗？怎么一个人去了？那我给打个call机。哎呀，不用了，赶快洗手吃饭了。哎，老唐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带着孩子们来看看你。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，小雨在曲艺馆教孩子们跳舞，她是不能跳了，可她教的那些孩子们呢，跳得可好了。小雪还是那么不听话，整天不着家。妈，您就不能念叨点好的呀？最不争气的呀是我，现在还在医院呢。还有，咱们东方厂啊，都拆光了，盖起了东方家园，可漂亮了。你知道是谁盖的吗？宋建国。我有急事，得先走。郑宇，今天日子特殊，能不能留下来？今天我陪你来，我能帮你俩。求求你了。怎么着？宋长青来了，你长脾气了？我看他比我更像你们家的女婿。建民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做人的时候不放过我，做了鬼还不放过我。昨天晚上我又做梦了，梦见东方厂锅炉爆炸，那火烧的呀，我就喊贤明，贤明，哎，你倒好，你蹲在那儿一动不动，我就过去抓你，你一把就把我推到火里了，你真能下得去手？
也好，咱俩扯平了。那时候多年轻啊！阿姨，慢走。长青哥，谢谢你。宋子堂是坏人。不好意思啊。小雨，过得还好吗？很好。啊，刚才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先走了？邱胜宇可是跟我保证过要好好对你。你们男人真逗，这种事儿也是可以托付的吗？我希望明天这个时候你不要再来了，谢谢。没听错，就是张秀良要约我见面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哪知道找我什么事儿？你说必须见面聊，电话里说不清楚。小心点啊，他可是只狡猾的狐狸。放心吧，再狡猾的狐狸也会死在猎人的手里。我就是猎人。你还猎人呢？别上了他的当。我估计他找你啊，就是为了谈红星厂项目的事儿。刚才他还急着把邱正宇给叫回去了。说什么事儿了吗？没说，不知道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楼梯上摔下来，很奇怪吗？我就是太想你了，我连走路都想着你呢。你跟我说你有重要的事儿要忙，让我别给你打电话，我就在想，你到底忙什么呢？我连电话都不能打了，难道是让你老婆缠住了？我真的是公司有事儿。再说咱们昨天不是刚见了面吗？我知道，可我也不想弄成这样。你是不是嫌我给你添麻烦了？怎么会怪你呢？爱你还来不及呢。我是怕你自己受罪，别伤筋动骨一百天。本来你已经拿到签证了，可以随时飞往美国，现在好了，去不了了。
我不要一个人先去美国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一块儿走的吗？咱们俩一块儿走，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。现在你变成这样子了，只好等我的签证下来一块儿走了。那你过来陪我躺会儿。亲我一下，医生说了，说我可以回学校里面休养，也可以在这儿一直住到康复为止，你说呢？住在这儿不耽误学习？不会耽误的，我现在就剩下论文跟答辩了。再说了，我觉得这儿可比学校安静。行，你想住就。你最好了，胳膊还疼吗？有你在，就不疼。哎，张总，你这么一大忙人，还抽出时间请我桑拿，太客气了啊！哎，什么意思？500万，给你的，帮天鹰公司一把，红鹰厂这个项目给我做。我有点含糊啊，你给我500万。让我别跟你争红星厂的项目？不是你不和我争，是你让给我做。你看啊，这招标会虽然刚开过，可明眼人心里都清楚啊。红星厂这项目，只要你们国学想做，宁州任何一家房产公司，谁也别想拿得到。说白了吧，我们这些小公司啊，不就是陪你这个皇太子读书吗？我要是拿了你这500万，我们国学就要撤标了。聪明，撤标。不知道张总帮我算过没有啊？要是这项目真落我手里边，我得挣多少？宋总。只要红星厂这个项目让给我做，你说个数。哥哥，你着急了。距离开标还有一个礼拜，究竟花落谁家，现在也没个定数。如果不是国学的呢，那你不是赔大了？我说兄弟，你有吴满腾这个老岳父，我还真不怕他们有变数。要不这样，项目归我做，总利润的10%归你。宋总，不少了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啊，我宋建国现在这么值钱。上来抱会儿啊。小雪，嗯，小雪，过来。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这儿的医生护士都是凶神恶煞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嘘，妈，你轻点儿，这可是医院啊，
都让他们听见了，他们不收拾你啊？那那秦医生对你不好啊？秦医生，他当然是个例外了，他对我可好了。他抽空啊，还给我讲故事，可会讲故事，讲的可幽默了，我一听就乐。那不就得了吗？您呐，就踏实住在这儿啊，谁要是欺负您，您跟我说，我收拾他去。嗯。对了，小雪，你得给妈一个准信儿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宋建国结婚啊？不是妈要催你。是妈答应了秦医生要给人家送糖呢，喜糖。妈，这婚我不想结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太坏了，老是欺负我。他敢！哎，你现在带妈去他们家去，我找宋子堂、武月梅评评理，我就要找他们评评理。行了，妈，我行了，行了，妈，我这跟你开玩笑的，你看不出来呀？我跟你开玩笑的啊！等我忙完了这阵儿，我就去结婚。就你一人啊？你邓子他们？小三儿子过生日，我让他们先回去了。百丽肖老板那儿你去过了？对，东西我都拿回来了，你看看对不对？今天是唐叔叔的生日，我去给他烧了炷香。哎呦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我应该跟你一块儿去的。没事儿，我也是去百丽的路上才想起来，就没来得及叫你。那周阿姨、小雨、小雪他们都去了，他们还好吧？还好。庆祝一下吧！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吴婷婷答应和你离婚了。我要说的是生意上的事儿。张秋良这只老狐狸要白送我500万。条件？让我把红星厂的项目让给他。你答应了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他说，就算给我2个500万，这事儿都没得谈。怎么想的？
宁州的房地产项目已经不是从前了，那个时候只有我们国雪一家，可现在呢，大大小小几十家，但真正能和我们坐在一个桌上说上两句话的，也就只有张秋良的天银公司。不过他的影响力远不及我们。东方家园、世纪广场还有国雪大厦，这都是我们的业绩。我们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在宁州的地产垄断，靠的是什么？知名度和信誉。哼，政府相信我们，老百姓也相信我们。你的老丈人更相信你。这个时候提他有意思吗？他要是不相信你，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你？随你怎么说。红星棉纺厂的拆迁项目是市里的重点工程，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多年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张秋良给我打出这张牌，你说他想干什么？想让天鹰建立和国雪一样的知名度和信誉度。我要是让他如愿，我就是个傻子。我也不觉得你现在这样很聪明。什么意思？国雪的出路是什么？上市。那你还要跟张秋良争这一亩三分地？宋建国，我觉得你退步了，智商越来越低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红星厂的项目目前来看是很大，也的确可以让国雪赚到很多钱，可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。国雪面对的是要上市，你就算把红星厂的项目抢过来，对于你来说也只是多了一个项目而已。你宋建国在宁州已经是地产界的老大了，你想过没有，一旦国雪上市成功，你面对的是全国的市场，到时候像红星厂这样的项目遍地都是，随你挑。接着说。你应该答应张秋良，第一，不要把全部的资金压在红星厂的项目上；第二，为收购天鹰公司做准备，为上市铺路。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吗？我去聊天。单子。这个给你。谢谢。谢，慢走。怎么还没到家呀？飞机晚点了，要不要我去接你啊？好吧，路上小心点。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？我不止一次在你的衬衣上闻到了香水味，看到了口红印。
好几次夜里你给那女人打电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不是在外面要女人了？唐小雨，你终于肯问我这个问题了。我还以为你对咱们的婚姻根本就不在乎，打算装傻装一辈子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废物啊？你觉得我在外面没有女人正常吗？我告诉你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是拜你所赐，是被你逼的。你觉得你很高傲，其实你没什么了不起。我现在找的女人，比你年轻，比你漂亮，而且也是跳舞。我就喜欢跳舞的女人，我好这一口。是她让我觉得裘正宇是个真正的男人，是个健健康康的男人。知道真相有什么感受？伤心吗？难过吗？痛苦吗？如果有，你就慢慢给我受着。唐小雨，你真贱！这就是你放着好日子不过的结果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想着让我跟你离婚啊？别做梦了，我不会跟你离婚，我就是想看着你每天痛苦的样子。你可以求我呀，就像我当年苦苦的追求你，没准我哪天心情好了，我大发慈悲就会放过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给我炖只甲鱼。没走啊？可以多陪你一会儿。
别让人等着急了。放心吧，没人着急。我刚才给吴婷婷去电话了，我说飞机晚点了，不用她来接我。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男人就你最聪明啊？随便撒个谎，是个女人都信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魅力？这不叫魅力，叫实力。别不要脸了啊！赶紧滚蛋！我要真走了，我怕你们伤心。哼，我的心早死了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我一个人能过得好好的，我跟你瞎纠缠什么呀？每天还跟着你这个混蛋，替你挣钱，为你卖命。我怎么就那么贱呀？这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。这就是爱，糊里又糊涂。赶紧滚蛋！啊，这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。这就是爱，糊里又糊涂。心情不错呀，飞机落这儿了。你跑这儿干嘛来了？你这是刚从机场回来呀，还是怎么着啊？凭什么要上车？别没事找事儿啊！谁没事找事儿？你出差一个礼拜了，整整一个礼拜。时间到了，我来接你回家，我哪儿做错了呀？要不要我拉那狐狸精出来评评理？到底他妈谁没事找事儿？不是，咱回家说行不行？凭什么回家说？你怕了？我在这儿不能说呀！宋建国，麻烦你搞搞清楚，谁才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？我做的够可以。您没事过来串个门，我没说过什么，可现在倒好，你越来越过分。你想怎么着啊？我不想怎么着，我想请你回家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的气量已经大到无边无际了，我受够了。随便你吧。宋建国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再有下一回，有他好看。求求你，可是跟我保证，我要好好对你。你们男人真逗，这种事儿也是可以托付的吗？长青，
长青。嗯。都几点了还不睡？啊，你先睡吧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别忘了，明天早上要去买地板。承认我撒谎了，我没出差。可我撒谎是为了给你面子。你把事情捅漏了，大家脸上都挂不住。这样我会疯的，我不知道我疯了会干出什么事情来。那你可得挺住了。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历史遗留问题，现实很残酷。那你可以想象啊，想象总是美好的。而且在你爸眼里，我们还是一对恩爱夫妻。我们要努力，继续保持。宋建国这小子到底怎么想的？你说我给他开出这么好的条件，他居然跟我说他要考虑考虑，他要什么可考虑的呀？不瞒你说呀，我给这小子这么多钱，我真是舍不得。可这小子嘿，跟我这装大爷，他装什么装啊？跟我，张总，其实这也很好理解。他宋建国不就是怕天云公司通过拿到这个项目？实力壮大了，会影响到他们国雪在本市龙头老大的地位，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。我跟宋建国从小玩儿大，太了解他了，他就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人。您想想，当年东方机械厂的项目他是怎么拿下的，他又怎么跟吴婷婷结的婚，还有这几年本市的几个大项目他又是怎么拿到手的？所以说，你要想对付他，拿下红星厂的项目，就必须出奇招。奇招？嗯。我已经替您想好了，您不用出面，一切由我来办。你能办成了？应该没问题。张总，我也不想瞒你，自从我离开国雪，加入到你们天鹰以来，我就一直在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现在时候到了。郑宇啊，如果你能把红星厂这项目给我拿下来，我一定重赏你。说个数。100万。就这么着。那好，3天之内你一定会看到你想要的结果。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